句限制确诊人数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好，第一句有高雄市，然后二，他又讲了第三句，有高雄市暴增，刚开始我们叫暴增 outbreak， 然后他又讲了第四季，第四季也有高雄，第四季有高雄市总数第三季暴增，第四季总数第四季持续暴增，第四季的台南市确诊登革热确诊趋缓，屏东县在第四季明显增加，第一季被清零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思考，我们就要来去看说，我刚刚只是做一件事情，它这边它就变成季，它就很快速的可以让我去做淡季旺季持续性的连续性分析，淡旺季分析就分析出来了。滑鼠右键，请点最下面这张工作表的重复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做淡季旺季，麻烦请把这个往下的三角形切换到月。好，那我顺便就要讲哦，这个月刚刚那个季跟现在这个月，这个月是什么意思呢？像例如说这个月啊，这个九月所指的就是1998年9月的登革热确诊数，加上1999年登革热确诊数，9月的登革热确诊数，加上2000年的那个9月登革热确诊数，一直加，全部都加在一起，可以吗？所以这才构成了所谓的淡旺月的分析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名称，热点分析、热度分析，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意思哦。好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知道这些事情，然后来去知道说，哦，现在最近所流行，还有现在所发生的事是什么？接下来这些，请问一下，刚刚你在淡旺季看到的事情，现在在淡旺月是不是也应该看到是更深入的结果？举例来说，第一项，第一季有高雄市，有没有看到第一季的一月，现在因为现在是淡旺月嘛，对不对？刚刚你在淡旺季都看得到的事情，现在在淡旺月只会看到更精确的事情。好，你看哦，一月主要是高雄市最多，有看到吗？所以刚刚我们在淡旺季的时候看到的第一季有高雄市，其实所指的只有一月。好，我要先介绍把档案上传到伺服器上面要怎么做这件事。首先它不能存到本机，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建立自己的一个账户。好，所以请点档案，然后管理我的设定档，来，请点档案管理我的设定档。在这边我们就来去做一下，就是说如何去建立一个，就是使用 Cabrio 公司它的一个就是云端的账户。好，首先如果你有，你当然就直接输入 Cabrio Public 的账号，就是电子邮件跟密码。如果你有，当然就 sign in， 没有那就请你点下面这一个 create one now for free， 可以吗？假设你都没有，麻烦请你点它建立一个新账号。好，请你输入，我个人是输入英文名字，然后电子邮件，然后密码确认，可以吗？国家当然选择台湾，
来，赶快请各位注册。台湾在这里，大概在很下面，很下面。好了，如果进入之后呢，麻烦接下来你应该会看到这件事情。好，这边就是我这个使用者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里面有就是说，等一下我们要放上去的相关档案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知道，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是 public，它所开放出来的一个云端的环境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请你点选档案，然后储存到 table public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一个档案呢存放上去。那存放上去，麻烦请设定正确的这个活页簿，应该它这边那个把这一整本的 book，请你自己去命一下名。像我们这边是不是去做什么分析？我们做的是登革热分析，所以麻烦请输入登革热分析，储存。那请你们储存完毕之后呢，你就应该可以发现，你的资料就传送到一个是网址。这个网址到时候你等于就是说，可以把这个网址呢传给你们的主管，那他呢就直接可以连到这一个网页来去观看你所画好的统计图表，就是这个网页。那当然，他的手机或者是平板，就是要安装 Cable Mobile。好了，那因为你已经发布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本机端的那个档案就可以关掉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现在就是要换另外一个方式。可是这边我想要先请你先设定几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已经发布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你发布出去了，请你看这一个网页这个地方，这个下载。请点下载，你可以把它用很多种方式下载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去搜寻别人做的视觉化分析仪表板，然后找到之后，你也可以去下载别人的 Cable 档案。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不允许别人去下载这个 Cable 工作簿，是因为这里面绑定了个就是资料，原始资料。好，那麻烦请你在这个地方设定，请你先关掉这个下载，请点选这个设定，请把允许存取关掉，然后接下来请你再点这个下载，是不是看到一模一样？对不对？那是因为你现在是在登录的状态，如果你登出，这边不是有一个关于，对不对？就是你。请你点你自己登出，可以吗？就登出。好，请问这一个下载，现在你看资料不能下载了，Cable 工作簿不能下载了，听得懂吗？这件事不要让别人去下载 Cable 档。好，但是我还没有告诉你，他下载有这个 Cable 档，到底他会得到什么东西？怎么得到这个原始的，就是 CSV 这个档案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教你，我等一下就会教你。那我们就先暂时讲到这边。